现代人吃得好，又因为工作忙碌压力大不爱运动，体内堆积许多废物，造成代谢力下降。之后呢，可以多吃一些含酵素丰富的蔬果，像凤梨、木瓜、诺丽果。特别是诺丽果，它含有丰富的赛洛明原酵素，它可以帮助消化，促进新陈代谢。国外的研究发现，诺丽果的赛诺宁原酵素是凤梨的800倍，可以提高基础代谢率。再加上东海大学食科所最新研究发现，诺丽果含有100%的抗氧化能力，因此诺丽康特浓鲜果汁特别融合诺丽果、蔓越莓、覆盆莓、红葡萄、草莓跟苹果等女性必备的6大珍贵水果，能补充您年轻、水嫩、光彩、健美、元气以及窈窕等元素，让您青春永驻。窈窕美丽好气色，是现代美女养颜美容的秘密武器哦。